沟儿点一点，我往下撑一撑我的安全裤。昨天一大哥说什么？以为我没穿安全裤，白激动了。后来一看穿了那么多。右下角直播室通知点一点啊，谢谢，我比你脚大，我胸也比你大了。也没见有人管我叫大胸呀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找一个音乐啊，就是脚大怎么了？脚大得罪谁了？我的脚又不大。找个音乐先。大家帮我在公屏扣6啊，我要开始了，有点紧张，这第一天来比较紧张，帮我扣6吧。神秘劲儿的，来，我给你看，给你看了多长，给你瞅一眼，看见了吧？真是下次啊，直接问我什么神样的就行啊，忒过分了，这一天过来就有三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
哎，我想想，这件衣服胖桑也有一件哈，不过胖桑穿起来比我强，我这撑不起来。胖桑穿起来好看。胖桑怎么啦？好了，然后咱们再找一个舞蹈跳一跳啊！真是的，不是胖桑啦，叫错了吗？桑胖。哈哈哈！哦，我找个音乐，谢谢。哎，那小伙伴啊，大家听我讲，您说他胖了，还行。一二三，三套衣服，喜欢哪一套？胖桑表示生气了，不会的。一二三，喜欢哪个扣在公屏上啊？Thank you。看看咱们能跳哪一个？捉个屏。这个叫 MM 这大哥，你飘了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重新说。第三个，改这个点点大哥，帅气，特别帅。小伙伴们，公屏走个六呗，行吗？谢谢。胖桑，我管你叫胖桑，他们竟然报复我，笑死我了！谢谢，帮我扣六，咱们这就开始了啊！欢迎大家光临。
糕，66岁做梦了。一字马，在这儿一字马不好吧？慌，只要我不信，我要在这儿表演一字马，好像是不太好。那个，大家帮我点一点直播时通知我，谢谢。感谢刚才刷礼物的好小伙伴，谢谢君子哥。咱们呢，先选下一套衣服，先把下一套衣服选完之后再说。哪吒头啊，昨天说哪吒头你们老嘲笑我，然后今天就没说啊。小伙伴儿来了，咱们选一选，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喜欢哪一个啊？有点小累。哒啦啦啦，来吧，周我平。第二个行，谢星云哥，星云哥威武。好，哎，那就这样，谢不逊哥。错别字，我没给你标拼音呐，就不错了。欢迎大家光临到993，希望大家玩的开心快乐。又麦序上1234号麦的关注，大家点一点。下次看见我叫美女就行了，不用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。好，我让你叫美女。然后我还得找文玉啊，这时间还得找文玉，咱们再来一下。跳着跳着我就下去了。然后呢，大家别忘了点我的关注啊，叫那个什么呢？我真是醉了，那越来越难听，受不了你们了。